是一个 MIT 非常亲肤、弹力、舒适、柔绵的布料，也是今年最流行的版型哦。好，我先告诉各位，它有自带罩杯。好，非常的漂亮，完全直接瞬间升级。好，它的罩杯很棒，符合所有人的需求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下厚上薄，全部都是走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一公分的厚薄度，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过厚啊过薄。那罩杯啊，它本身啊它是不能拆的，是帮大家车死在里面的。再来呢，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蓝色，因为它完全显白，它算是一件长上衣，所以里面建议各位搭一个短短裤，超级好看的短裤，超级瘦的，好搭在里面，当成是一个小短裤的安全打底，或是你要穿你自家的也 OK 哦。不穿内衣会不会空掉，那就要看你胸部的丰满程度咯，这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哦。如果你自家有牛仔外套的人，你看灰色是我很大推的，一般大家都会先把浅色排除在外，但是这一款的灰色特别的亮白，它也是走这种非常有质感比较偏白的灰黑色，来一样有 S 腰身的曲线，完全不紧贴身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一块 MIT 的料子它非常的厉害，它不会任何的合紧身，它也挤不了你的肉，所以我觉得这全新的料子又轻又薄，然后又舒适又柔软，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喜欢穿 MIT 或是棉料的粉丝。